007，007，我是002，我是002，我现在已经到了指定位置。好的，我现在就解救人质。等等，有声音。不过不怕，我带来了博士为我新发明的超级无敌隐身衣。只要有了它，不管你走到丛林什么地方，他们都会看不见你。看来这件隐身衣什么味儿啊，先彻底失败了。还好我还有第二件法宝，博士的第二个发明，无敌雷达侦察扫描仪。我看你们怎么样。既然这么对我，好吧，那我就要炸死你们。超级无敌大炸